狼主播就是我，我就是红果。狗在江湖飘，最重要的就是有个靠谱的主人。可是遇到了个总是变着花样折磨自己的铲屎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快来救驾，总有刁民想害朕。小伙伴们想看更多宠物和主人之间有爱的故事吗？点击关注，每周二周五我们不见不散。添加火龙果的微信公众号萌新人520，美好的2019我们陪你一起度过，爱你么么哒。桌死！哎呀呀呀呀！